我现在就拜托各位啦，拜托各位多多购买，拜托、啊、拜托，鞠躬也没关系，拜托哦，拜托。又电视台的，又民准的，又政府的，我哪有办法？又银行的，又财团的，又建设公司的，大家都要pay我啊！唉，在这段日子里面，阿官很骄傲，举办了716。现在遇到这样的攻击，我知道你们想安慰我。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不用安慰我，我觉得更骄傲，因为这个是历史画面。无论阿管日后会变怎么样，好不好？也许像他一样被他打到，没人买我东西啊，没人加我健身房啊，没人去买我的便当，我真的要不要倒？当然要倒啊！当然至少我这辈子活得值得。我为了台湾民主，我举办了623；为了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无论是黑帮、政治这些司法改革、狗屁改革啦。还有居住正义的问题，年轻人没有人敢碰的议题，会得罪银行，得罪建商，我一样下去，得罪政府。我相信在多年后，大家要还我一个公道，所有人会知道官方在做什么事情。这两三天哦的新闻真的是有点偏差，不是偏差，是写故事啊。但是我跟所有人讲，我们就是要做对的事情。那至于说我能不能做生意，我现在就拜托各位啦，拜托各位多多购买。拜托、拜托、鞠躬也没关系。我说过，我自己的生意我靠我自己，我跟大家求也没关系。拜托各位买，如果你有能力的人再买，没有能力的人吃饭都有问题，租房子就有问题，咖管直播就好，好不好？拜托，我民进党这样黑，我只能拜托，拜托、拜托、我没有他们那么有钱，他们的财力是我的1万倍，我真的没办法。又电视台的，又民嘴的，又政府的，我哪有办法？银行的，又财团的，又建设公司的，大家都要 K 我啊！这个居住正义过了还得了啊？好不好？所以我自己做生意，我自己拜托哥用求的，好不好？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把我 K 成这样。被禁建了数十年的社子岛，居民想要的是解除禁建、都市改革，但是他们希望改善生活的环境，没想到却被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采用全区铲平的区段征收来解决社子岛的问题。在环评的过程当中，我们更看到柯市长透过放话表示一定要碾压过去。我想请问柯文哲，你是不是雍正王朝看太多了，自己以为是皇帝？我也要请教柯市长，社子岛外来的土地前科恨情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样子你说的碾压过去会害多少的居民流离失所，又让多少的财团获得了满满的利益。我要告诉柯市长，选民不是你的太监，更不是你的狗。但是有一个无能的最大在野党更是令人悲哀。朋友，三个礼拜前在台大的演说说要支持囤房税，说要支持空屋税，可是在昨天他所提出来的五大的居住政见，囤房税和空屋税已经不见了。把这种居住正义当成选举口号，连支持持有税都说不出来的政党和候选人，为什么要人民支持？时代力量只有两件事情要做，在居住正义上面，我们第一个是要通过全国统一的空屋税，第二个是要居屋租屋的实价登录，让房东遵守租屋的规范，诚实申报的租赁专法，也要拜托大家一起来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的来监督每一个政党，看看他们到底是为了蹭声量而来，还是真心真意的要为了台湾来推动改革。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让法案通过，好不好？你们还记得吗？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强征民力搞到居民自杀的苗栗大埔事件吗？你们还记得吗？因为灌人头、介入土地重划，在去年正式被起诉的郑鸿辉，还有日前被收押介入土地重划索贿的台南前议长郭姓良吗？他们都是借着区段征收、土地重划，借着这种不公不义的做法、这种游戏来赚取惊人的利润的政治黑金政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样的事情仍然继续在台北市发生。被禁建了数十年的社子岛，居民想要的是解除禁建、都市改革，但是他们希望改善生活的环境，没想到却被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采用全区铲平的区段征收来解决社子岛的问题。在环评的过程当中，我们更看到柯市长透过放话表示一定要碾压过去。我想请问柯文哲，你是不是雍正王朝看太多了，自己以为是皇帝？我也要请教柯市长，社子岛外来的土地前科恨情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样子你说的碾压过去会害多少的居民流离失所，又让多少的财团获得了满满的利益。我要告诉柯市长，选民不是你的太监，更不是你的狗。所以我要拜托大家，在居住正义的部分，我们不但要追求居住正义，更应该要追求土地正义。不公不义的自办重划我们不要，掠夺土地的区段征收我们也不要。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盯着社子岛案的发展，不要让台北市的社子岛变成另外一个苗栗大埔案，好不好？会害多少的居民流离失所，又让多少的财团获得了满满的利益。我要告诉柯市长，选民不是你的太监，更不是你的狗。我想请问大家，跟这些牛鬼蛇神站在一起的算是什么第三势力？我也要也告诉大家，跟这些鱼肉乡民站在一起的算是什么超越蓝绿？我更必须要负责任的指出来，白色的跟黑色的距离并没有比蓝色绿色的好到哪里去。我想请问大家，跟这些牛鬼蛇神站在一起的算是什么第三势力？我也要也告诉大家，跟这些鱼肉乡民站在一起的算是什么超越蓝绿？要说的是，就是正在竞选总统的柯文哲候选人，他跟在农地上违法堆置砂石、开采砂石，甚至占用国有地的总统警站在一起。他和早年涉及毒棒、直棒迁堵、盗采砂石、占用国有地盖违建的严清标家族站在一起。柯市长透过放话表示一定要碾压过去。我想请问柯文哲，你是不是雍正王朝看太多了，自己以为是皇帝？我也要请教柯市长，社子岛外来的土地前科恨情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样子你说的碾压过去会害多少的居民流离失所，又让多少的财团获得了满满的利益。我要告诉柯市长，选民